一起参加中电全心全电计划，成为爱悭电一族。悭电不单止悭钱环保，还可以令有需要的人受惠。一直以来，中电全心全电计划联系社会各界，策动大家一起悭电，为低碳未来出一分力，为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，将爱心和正能量传递给弱势社群。2022年，中电会加大力度拨款港币5000万，向50000个合资格家庭，包括长者、低收入家庭、残疾人士及10000个劏房住户，提供一次性加码电费资助，每户的资助总额达港币1000元，纾减他们电费开支的压力。我年纪大又无收入，好彩有中电电费资助，我哋悭埋嗰啲钱嚟买洋房。当我哋知道中电有呢个电费资助计划咧，我哋都特登咧帮一啲有需要嘅长者去申请。而呢几百蚊对于一般人嚟讲咧，可能好微不足道，但系对于低收入嘅长者嚟讲咧，电费嘅资助意义好大。中电咧提供咗电费资助计划之外咧，仲教埋咗我好多悭电嘅方法。咁而家我话悭悭埋埋啲钱都唔少噶。中电咧仲举办咗各种唔同嘅共融活动，帮助弱势社群接触社会，扩阔咗嘅社交圈子。对于聋人朋友嚟讲，开心就系咁简单噶啦。响线下帮人嘅同时，又举办线上共融体验活动。全心全电仲推出咗唔同嘅悭电有赏活动，鼓励大家节能，包括线上游戏6+分，同埋夏日悭电赏。大家可以边玩边学环保知识。轻松悭电之余，兼享多重丰富奖赏。我哋更同唔同嘅物业管理公司合作推广环保。我哋好支持全心全电，仲喺我哋不同嘅屋苑举办宣传摊位，同大堂张贴海报，等住户唔会错过呢个咁有意义嘅活动。大家都一齐成为全心全电嘅一份子，身体力行悭电帮人兼赚奖赏。